哦，好多人到场。啊，这小河那两边旗帜啊，稻草人呢、啊 哦，然后欣赏那个稻穗一片金黄。现在农历9月初2了，农历9月初2呢，9月初4，我下午就有我活动了，在东山脊背耍。脊背耍的意思是木棉花。木棉花的部落，木棉花的部落这样才完整。晚上11点哦，9月初4晚上11点夜祭，隔天下午1点半孝海祭。哦，这个稻草人，就在这个关田国小的北边呢。关田国小也有办儿童读经班呢，现在到儿童，要到那个。读经师资培训的场所，神元山庄义和圣堂。今天跟明天是礼拜六、礼拜天有读经师资培训，读经班的师资培训课程。